小雪讲一段我们武魂殿成立之前的故事。爷爷，小雪，爷爷，小雪，你一定要牢记使命，做这片大陆的守护者。嗯，爷爷，我一定会的。为了这片大陆，我绝对不能倒下。武魂殿的使命就由我来肩负。我痛恨这一切，不甘，背叛，妄念。堕入黑暗，与我融为一体吧，我将赐予你无上的神力。黑暗不会带来新生，只有圣光才是永恒。我即是天使神的化身，旧日仇恨吾将一一击碎。奉神之圣谕，脚下审判。玩斗罗就玩魂师对决。